抢先带您来关心今天的新闻焦点。国民党今天举行立法行政研讨会，党主席朱立伦、总统马英九、立法院长王金平三人在王金平党籍案终止后，首度同台公开露面，互相握手致意。悬缺一段时间的台北市警察局信义分局分局长职务，警政署二号发布，由台北市士林分局长吴敬田接任。世界行动通讯大会在西班牙巴塞隆纳召开，台湾宏达电推出虚拟实境眼等三项新品，而三星也展示了 S6 系列的双侧曲面手机。美国神韵纽约艺术团今天清晨抵达台湾，上百名粉丝一早就到桃园机场，兴奋地迎接神韵艺术团的到来。更详细的新闻内容，请锁定新桃园亚太晚间8点新闻。